我真的没有到痛哭吧？你们标题真的是，来下标题的人都给我站出来，你们的文字要再精准一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于妮妮，好温柔哦！在世界的尽头，大声的说什么？现在瘦下来的两公斤，我觉得这样看很有感。不可能，是不可能哎！我刚灯光消过来啊，这下巴，这下巴线这边稍微有给它挡到一些些。我这不是下巴线，那是胡渣哎！这旁边哪？这边哪 ？OK OK， 你开心。我要说，因为说昨天有哭啊，然后那天说表现比较好，对。泪水有时候真的跟灵感一样突然，我今天就是没有那个灵感，对，但是不代表我不真心唱歌啊。昨天就是有一个想流泪的冲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很久违的听到大家大合唱的声音吧。对啊，真的不是因为手机灯，看到那个稍微有点止住泪水。那我昨天也没有到痛哭吧？你们标题真的是，来下标题的人都给我站出来，你们的文字要再精准一点啊。但我后来有补一下，就是说是谢谢你们啊。尤其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一些，哎，你们好像都算年轻，对对，特别集体跟我们一起长大的记者，现在已经都没有出来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退休了，有啦，摄影大哥，只是摄影大哥了啦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们，共患难下去，共患难，感谢你。边拉拉什么？蛮不爽的，不舍，不舍，不舍。你讲的是不舍，你说的不爽是什么？哭屁呀、啊！没有啦，对，我们也很不舍。我还是尽量的用我的演奏，还有我的跳舞，去表达，就是为了这一次演出所想要表现的一切。用他的大腿内侧。你一定要提起这些伤心事吗 ？Oh my god！ 就是不要为了什么打不成分，或者要那个旁边家长。哎，这边要转过头去问那个。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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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他跑了，跑了一堆，跑了一堆。跑走，刚刚跑走的那些同事啊，真的就是啊，每天跟国际的团队开会，然后。他们真的每天都说，我再也不想讲英文了。能够回本的话，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，可以回本，但目前是没有，所以我们会再想办法。干脆下海赚钱好了，走，我们现在去六条通。要去哪？好，来。超市啊，那你还记得当初那个超市条款是？哎呦，十几年前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啊！我们真的是前一个礼拜还删了六七首歌，然后怎么还会超时？真的不懂，真的太会放弃够了我们。超时就应该罚钱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这就是游戏规则，我们一定会乖乖的缴纳这些罚金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今天因为是我自己说啊，算了啦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承担真正的罚金。我们一起承担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完美成功的演唱会，大家都很饿吧？啊，对，其实要放饭的了，准备要放饭了啊！宵夜吃宵夜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所有媒体朋友，好。